这写的是什么？关卡二。他们说我们要完成第二个挑战，第二挑战可以赚那个什么，可以得友情牌。这个有吗？就用那些五彩斑斓的瓶子锁住我们美好的友情记忆吧，以防忘记密码，得画张图提醒自己。我们要先把这个密码解开，这个门应该才能打开。来，这啥意思啊？这个是？哦，这儿这儿，本子上写了的嘛。啊 ，Orange 上面是什么 ？S X D 扣 K K 啥意思？这个是？看呀，这 X。这俩 K 有什么区别呢？一大一小。它有形状，跟形状也不一样。哦，我们要通过这个瓶子解出，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些提示，好像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它这个跟这个几边形有关系，就是 R， 是不是六边形吗？ R 后面第六个字母是 X， A 后面第三个字母是 D。我六，你甚至还没有读这个题，你就知道了，是太强了，越来越强了。甚至以前叫读题去解题，他现在就直接解题，不读题直接解，对，直接解题。来嘛，那所以这个是多少 ？F 后面第四个。F 后面 A B C D F G J H I， 第一个是 J， 对、yeah。 第二个是什么 ？P 后面 S， 三角形蓝色是 S 什么？还有笔啊 ？G S， Disco， 没这词儿。G S 指什么什么单词？没有 ，J S 就已经没单词了。对啊，可能不是个单词，不是个单词，还是错了。那我觉得是方向是对的。哎，为什么绿色就是朝前数，这个或就是朝后数呢？哪个朝前数？有朝前的吗？这个绿色我朝前啊。这个 E 嘛 ，E 前面数四个是 A 嘛，对。绿色朝前。对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朝后。紫色是朝后，对。哦，黄色也是往前嘛。因为蓝色瓶子的第二个 P 往后数四个字母才是上面的 T， 所以蓝色也是往后数。第一个是 B， 这两个是往后，这个也是朝后，这也是往后，也是往后。B U R S T， first 吧，来嘛。B U。U R R S G， Burst， 对了吗？对了。那我们输了 Burst， 他不会 Burst 一下吗？这。对了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哎，熊口。这个人的网名叫孤单的小雨。然后有六个关注，嗯，他的关注就是我们的朋友，对，就是我们的朋友。然后看看，哎，下面有什么？然后这个是小草，是你的好朋友。啊，大叔说我也不能落后。孤单的小雨点了个赞。嗯，哦，哎，他那照片不是在这儿拍的吗？在这儿拍的。哦，就在这儿。对。对。然后第二个是熊口的主页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刚排练完一个新作品。借着欢迎友友们来捧场，然后我大师评论了一个送票，然后小雨也点了一个good。阿离呢，就是刚学会了一个新舞蹈，我可太优秀了。然后大普呢，就是也说做的更新，然后小雨呢也点了一个good。但是阿峰、达浪、阿德，然后小雨都点了一个赞。大概的时间分别是从15号第一条小草的动态。一天一个动态，对，都在这儿拍的，都在这儿拍的，背景都一样。我觉得一天来一个，一天来一个，然后把他们每一个人都骗到这里，然后把他们关起来了。哎，这个刚才就这样吗？不是，他又变了。好嘛！抱捉老鼠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，
你们这几只小老鼠可一定要藏好了，谁要是被我抓住的话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朋友了。所以是我们要干嘛？要追？我们要干嘛？哥，我要来了。啥意思啊？他要来抓我们？躲猫猫？你们千万不要出声，一定要藏好了。看到兄弟们，蹲不进来，蹲不进来，蹲不进来，我们有门。你这贼安全，必须的。让我看看你们在哪。现在在我这儿是，这个有一个小丑想抓住我们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在第一现场见，越紧张，记住，只能希望小丑不要抓到我和我的朋友。这几只小老鼠在哪儿呢？垃圾桶里，刚才他是不是跳到上面了？对对，他伸个头过来。我一直在用这个记录吗？哇，那个视角巨吓人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这我就把他这样放在地上，你知道吗？就能看他一步步走过来，再也不害怕，是吧？可以。你们藏得挺深啊，竟然都没被我抓到。既然如此，就放你们进入下一个关卡吧。第二关。